怎么样？嗯，好漂亮，好漂亮，好看吗？好看。 我们郎里春做生意啊，一向都是以产品来说话的。今天呢，就为史密斯先生介绍一款我们传统的鹅蛋粉。You see, 来 ，just look at this. 这款鹅蛋粉呢，我们是以细腻精致而出名，采用的材料都是上等的羊毛脂、冰片和鲜花制成，香味分为轻度、中度跟重度，妆感自然贴服，而且。 这款定妆散粉还有美白的效果。Smell is so great. 史密斯先生，这款鹅蛋粉是我们朗家传下来的瑰宝，以前在皇宫里面是御用的，经过这么多时间的考量，也算是经久不衰，算得上是胭脂行业里面的佼佼者呀。史密斯先生说。 他对你们这个鹅蛋粉不太满意，你们说的这些他已经早知道。你的鹅蛋粉是你们的传统产品，很出名，但是他期待的是新的产品。花杰利先生，麻烦您转告史密斯先生，传统的产品呢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而创新产品反而需要时间来考量。我认为，质量。 比创新来得更为关键。He said the quality is the key. 漂不漂亮？漂亮，漂亮，漂亮，啊，真美，漂亮，好吧？真美，赏你一点。他现在不能下决定，他要去其他的家看看他们的产品再说。史密斯先生，您听我说。少爷，什么事？世家展出的是我们的红颜胭脂。 见你们俩漂亮，给你俩打个折啊，很便宜。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啊，月明哥？你还给我装糊涂是吧？这分明就是我们郎里春的红艳胭脂，你们连包装名字都不改，知道不知道卑鄙啊？我不知道啊，月明哥，什么就我不知道啊？你还说不知道？你不知道谁知道啊？死胖子，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让我查出来，查出来有你好看的。 哎，月明哥，我真不知道你说的是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啊，上来就嚷嚷，是怎么回事啊？果然是我郎立春的配方，香味成分丝毫不差，我真是愧对郎家列祖列宗了。 红艳胭脂交给你们两个人开发生产，怎么会搞出这种事来？我们朗家的祖传配方，怎么会出现在他诗行路的店铺里面呢？怎么会这样？知道这配方的只有几个人，而且都是自己人。你们不用猜了，是工坊里面出现了内奸。谁是内奸？老爷，内奸不除，郎里春的产品以后就都得姓施了。 这件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以姑息的。你现在就去查，一定要将内奸从工坊里给我揪出来，听到没？你怎么对着月明吼？又不关他的事。爹，您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郎老爷，干嘛？嗯，郎老板，干嘛发那么大的火气啊？时机周，你是不是欠我一个解释？ 红艳胭脂分明是我郎里春的产品，这报上明明写着“看红艳英我谁家”，这人家怎么会认为是你郎里春的？说不定还以为是我诗行路的。史继周，这段时间你一直咄咄逼人，你不要太过分了。我有什么过分的？哎呀，公平竞争而已。 劝你不要再三触碰我的底线，否则我就会将当年的事情统统给你抖了出来。哟，这是干什么？想掐死我吗？郎里春的郎老板因妒谋杀同行，明天的报纸头条我都替你想好了。哎。
你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最好，让大家看看你是个怎么样道貌岸然的人呢。道貌岸然的人是你呀、啊！想当年，你不过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费尽心机爬到今天的位置还不够吗？你到底要怎样，你才肯罢休啊？罢休！我告诉你，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啊！你永远都不知道我的野心究竟有多大。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要的永远不止这些。我就要你身边的人都成为我的棋子，还有你的儿子郎思年。我就是恨你，从当初那个女人开始，我就没有停止过恨你。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跟你斗啊，所以我要看着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要看着你被我一步步逼入深渊，我还要拜托你千万不能早死啊，因为我会成全你，让你跟你的女人在地狱相见。说说你这两天的行程吧。我最近都在忙手上鹅蛋粉的工作，每个时间段我都去各个环节监督大家。樊真，海棠姐，发生什么事了？喏，玉明少爷把大家一个一个叫进去，说要查奸细。查奸细？嗯。他这么查下去，内奸找不出来，倒把大家都吓跑了。海棠姐，我好害怕呀。刚刚玉明少爷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我一紧张就想得有点久，他那个眼神太吓人了。你害怕什么？没做过就是没做过。他例行问话，不过就是为了排除嫌疑。我们也就罢了，玉轩少爷从头到尾都是最上心的，现在连他也跟着被怀疑。你说玉明怀疑玉轩？嗯，他问了我好多关于玉轩少爷的行踪。不过他们是亲兄弟，可能是我想多了吧。我去找月轩。哎，大家都挺认真的，特别是月轩少爷。我问你呢，没说别人。我都汇报完了呀，我只是觉得可惜，当初要是听了您的话，在展销会上把胭脂拿出来就好了，现在这个产品却成了诗行路的主打品牌。工坊的姑娘都辛苦了这么久，却让世家白白占了便宜。大少爷，你也别太难过了，大家都知道你对郎立春特别用心，反而玉轩少爷有时候不知道他的心思放在什么地方。哎，你说会不会是玉轩少爷和世家少爷一块玩的时候不小心泄露了配方啊？行了，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要乱说，玉轩他是我弟弟，孰轻孰重他自己分得清楚。是少爷，您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心强愿意听您吩咐。你出去，把下一个人给我叫进来。是。玉轩，我早就应该把胭脂做好的，现在让别人抢先了市场，郎立春完全被动了。你想听听我的看法吗？我觉得你做的没错，鸿雁胭脂有它的瑕疵，锦瑟定香呢也有它的风险，咱们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去贸然的生产。可是我们确实让人钻了空子。问题出来了，总是有办法解决的嘛。你与其在这自责，还不如花点时间去想想怎么完善定香工艺。拓展市场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站稳市场。海棠，为什么每一次你都有办法把我从地谷中拉出来啊？你以前也是这么安慰我的呀。不过这一次情况真的不一样，咱们得赶紧把这个内奸抓出来，不然后患无穷。
这一次他盗取的是红艳胭脂，那下一次会不会是鹅蛋粉？爹，咱们都是男人，能跟我说句实话吗？说什么？你是不是偷别人配方了？谁跟你说的？我没听谁说，我随便问问。谁让你问的？这是你该问的吗？那就是了。闭嘴！你这嘴啊，平常除了吃饭之外，其他时间都给我闭紧一点。滚！哎，爹，你这么做有点不地道啊。哎呀，我记住了啊，该问的别问，不该问的问了就要挨打，听清楚了吗？赶紧给老子滚！郎家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郎家人现在相互怀疑，闹的是鸡飞狗跳了。这件事情你干得非常的好，我要看看郎思年该如何收手。石老板，暴露我们偷了郎家的配方，你说郎家人会不会？重要的是啊，鸿雁这两个字已经被咱们给占了，钱到手了，什么都晚了。是老板，那我爹那个事儿。你爹什么事儿？拿了世航路的钱。哦，放心，那是当然了。那我是不是可以撤出来了？做事情总要有始有终吧。可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调查，如果查出来的话，咱们就都露馅了。那你这个时候走，不是更容易让人怀疑吗？那我要留到什么时候啊？我有点害怕。你留到他们找出了这个坏事的人，这件事情啊，就得全靠你了。你不用害怕。我尽量吧。哎，别尽量了，想想你爹，你就不害怕了。是。菩萨保佑我们郎家能够顺利解决这次危机，保佑我们郎家上上下下平平安安。娘，你也别太担心了，身子要紧啊。我能不担心吗？自老爷从施家回来之后，就把自己关在书房，在外面一直听到老爷的咳嗽声，他又不让任何人进去。娘，最近家里这么不安宁，是不是出了什么污秽之物？我听说昆阳有个十分厉害的法师，不如请他到家里去去晦气。前段时间我听说李府的夫人不能生育，也是请这位法师做法，后来李夫人生了一对龙凤胎。还有徐家也是，法师给徐家一开光，徐家今年的胭脂生意好得不得了。那好吧，那你明早就去请法师来走一趟。是娘。他要跳到什么时候啊？不知道，以后再说。就这样装模作样的跳跳舞，家里就能太平了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那你再让法师算算，谁是奸细啊？要我看，什么法师呀？都是骗子，就是在骗娘的钱，这也太明显了，你们看不出来？专心点，法师面前不得无礼。
法师，这是何意？若是这个纸人在大火中都烧不尽的话，说明你朗家一定有不祥之人，而且隐藏得很深。有这种说法？一切尽在这纸人之上。看起来没什么异样。法师，我听说有些天机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显现。少奶奶说的极是，你将这纸人浸泡在水中，一看便知。水？妙兰，你说谁的名字里水尤其多？我认识一个算命先生，测名字批八字十分有名，我去找他，让他看看。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都让先生测下。是，工坊那边的人我也会查清楚的。谁的命里水多，我可留不住的。干什么来了？先看看吧。都安静点。二少奶奶，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谁是水性？我。谁是弱水？我。到前面来。你们两个被开除了。啊，为什么呀？我又没有做错事。从今天开始，他们两个不准再踏进工坊半步。二少奶奶，这是为什么？这么做不太妥吧？别多嘴。是啊，妙兰姐，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开除他们呢？我是放了太太的命，法师说了，带水之人就是克朗家的不祥之人。法师的话怎么能信？这不封建迷信吗？海棠，你有什么疑问大可以找太太理论去，无需跟我多问。我上师傅，谨记，以后工房不许再招带水之人。是。二少奶奶，海棠名字里有个海，不知道算不算带水？这太荒唐了，名字里带水有错吗？娘，我让你办的事怎么样？您交代的事，妙兰已经办好了。工房一共开除了两个人，弱水跟水性。好。还有什么事吗？还有一件事，海棠的名字里有个海，不知算不算水，所以特地回来请示娘该如何处置。开除，我说了一律开除。那个海棠一副理直气壮不服人管的样子，还觉得娘这么做很荒唐。哼，我朗太太做事轮到她指手画脚吗？是啊，娘，不知道您有没有觉得朗家发生的所有不幸好像就是从海棠进了朗家那一刻开始。妙兰甚至觉得海棠就是那个奸细。怎么说？您想啊，海棠之前一直喊着要离开朗家，却从没有离开工坊，而且他一直周旋在大哥和月轩之间，让人琢磨不透。先前是咱们欺骗人家在先，我担心海棠会借机报复郎家。他要是从两兄弟跟郎里春的生意下手，那咱们可是防不胜防啊。只怕这配方被盗只是个开端。娘，妙兰知道您一直在为大哥跟月轩的感情操心，无论奸细是谁，海棠都不能留，不是吗？你帮我把海棠约到家里来，我要见她一面。哎，停停停停停！别别别！月轩，哎，月轩，我知道，这次。是我们施家做的坏事，不过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啊，但是我代表我们家向你道歉，对不起，啊，好，
行了，我知道这件事跟你没关系，但是在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家和我家必须势不两立。我知道，但这次是我爹要见你，你见不见？你爹见我干嘛？他说有些误会要当面向你解释，约在明天中午昆美饭店。有这个必要吗？月轩，咱俩从小一起长大，我没有兄弟姐妹，一直拿你当亲人，亲哥哥。我不想因为家里的原因失去你这个亲哥哥。你这样，你看在这个亲弟弟的份上，你给我爹一个解释的机会。我觉得咱们两家一直存在着误会，也许见面聊一聊就能化干戈为玉帛。你跟我打感情牌是吧？不，是真心实意的，真心实意的。行，我倒要看看你爹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好啊，那是说定了啊，明天中午，昆北饭店，不见不散。知道了。哎，打轮，打轮，哎，又打，上。海棠，我问你，配方是不是你泄露出去的？太太，你怀疑是海棠做的？我问你是给你个机会，你最好将自己做过的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我没有做过的事情，怎么明明白白的讲清楚？你还狡辩？红叶胭脂制作你一直都有参与，配方做法都清楚，不是你又会是谁呢？接触这个配方的人有很多，就算是有嫌疑，你也不应该只怀疑我一个人啊。太太，我不知道您受了谁的蛊惑才会这样的污蔑我。海棠，你怎么能对娘这么无礼？妙兰姐，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可这次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呢？开出那么多认真工作的女工，你这样做让大家很心寒，你知道吗？住嘴！我们这里不需要你这样目中无人的人。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离开郎里春了。太太，原来你是想让海棠离开郎里春，你何必大费周章这样做呢？娘，娘，您要是想赶海棠走，就连我一起赶走吧。住口！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她？要不是因为她，我们郎家的桃花灯怎么会被烧掉？这个女人离开我们郎家，又进了郎里春，不是烧了桃花灯，就是泄露了配方。郎家接二连三的发生了这么多事情，都是因为她。我不想再见到她，海棠走就是了。但是这个内奸，一定要找出来，我会还我自己一个清白的。海棠，娘，不管怎样，我永远相信海棠是清白的。希望你别生娘的气。我不生气，反正我问心无愧。你呀，一不高兴就全写在脸上，你以为我看不出来？我知道连累你了。其实我倒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大家不能再这么互相猜忌下去了，到时候内奸没有找出来，人心倒先散了。是啊，看来我得去会会他了。会谁啊？没谁，放心，我一定把内奸找出来。对不起娘。你不该替海棠说话。我知道刚才儿子又惹您伤心了，但是您也不能不由分说的就自作主张让海棠离开工坊啊。娘是为郎家好，海棠不能留。不管是对郎家还是郎里春，海棠都是有功之人，不可能是内奸。你要就这么把他赶走了，要是让外人知道，人家会怎么说？
你先冷静冷静。海棠呢，刚才也说了，是他做的不对，态度不好，希望娘别生气了。冥顽不灵，我看你简直被他下了蛊。我没有，倒是娘不知道让谁给蛊惑了。出去。怎么回事？先是大哥，现在又是月轩，都被这海棠勾走了魂似的。当初就不应该那么草率地把他娶进来。娘，您消消气，月轩吃软不吃硬，咱们不能硬来。自从这个顾海棠出现在我们朗家，月明跟月轩就跟变了个人一样。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因为这个顾海棠挑拨了他们兄弟的感情。是，可得盯紧着点儿。不可能，月轩怎么会是奸细呢？我也不愿意相信，但是我亲耳听到师弟文说，师弟周约了月轩在明天中午见面。月轩平时是有些吊儿郎当，但他绝对不会做出出卖朗家的事情，不可能。爹，这个时候呢，谁都会有嫌疑，不管怎么样，明天中午我们去看一看就知道了。亲眼所见总比道听途说来的令人信服吧。不可能，不可能。哎，月轩，哎，月轩啊，快坐坐坐坐。月轩，你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快请坐。怎么样，最近还好吧？郎里春的工坊里生意如何？是伯父，敢问安排在郎里春的那间，您知道是谁吗？月轩啊，你这单刀直入的开场白，真让我有点措手不及呀。寒暄客套的话，我觉得没什么意义。所以我们还是直接正题吧。很好啊，我就喜欢你这种干脆的性格。阿文，哎，你学着一点。你要是有月轩一半的出息啊，为父也就欣慰了。学着呢，学着呢。那就麻烦师伯父回答我的问题。哎，我这没做过的事情，你让我承认什么呀？我今天请你来，就是要跟你解释误会。没什么误会好解释的。既然师伯父不愿意说，那我就先走了。哎，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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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嘛，先别那么意气用事。来，你要不要考虑考虑，跟我合作？爹，什么意思啊？月轩啊，其实我非常欣赏你啊。你大哥现在入主了郎里春，你有没有想过，过不了多久他肯定要取代你的位置。这是多少钱啊？可是师伯父，我是郎家的儿子啊。哎，不，我要纠正你啊，你只是郎家的养子，
你大哥，他才是朗家真正的儿子。叶轩，这么多年了，你在朗家生活，你有归属感吗？可就算是这样，我也不会做背叛朗家的事的。石伯父，我觉得咱们俩今天聊的就不是一个问题。看来叶轩来错了。朗里吹内奸的事儿，我自然会查清楚。另外，我想奉劝伯父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您和我父亲的恩怨，我也不想过问，叶轩告辞了。叶轩，我送走。跪下！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叶轩哥哥做错了什么？你们去问他，这个不孝子刚才见了谁？叶轩哥哥，你刚才见了谁？你快说呀！他去见了诗行路的老板，诗季周。你找他干什么？娘，是这样的，他找我是因为他说……闭嘴！我亲眼看见你拿他的钱。你说，这次的事情是不是你泄露出去的？爹，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您误会我了。你还不承认？来人，家法伺候。哎，爹。爹，爹，爹，您真的误会我了，不是您想的那样，我没有拿他的钱。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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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真的误会我了，不是您想的那样。你听我给你解释行不行？海棠，哎，墨画，你们这工厂的热闹劲儿都哪儿去了？别提了，好，还没找出那家。要不我让我爹派一队兵来，个个拿枪，看他们谁敢不开口。海棠姐，青青，海棠姐，快，海棠姐，怎么了？我去救救月轩哥哥。月轩怎么了？我爹非说月轩哥哥是内奸，正在对他动家法呢，快去救救他。哎，等等我呀。玉轩，哥，玉轩，老爷，这其中肯定有误会。哥，你先别冲动啊。来，这是我们郎家的事情，跟你们无关。玉明，你说句话呀。月轩是出卖郎家的内奸。你说他是奸细，你也有证据。我怀疑月轩是内奸，是有足够的理由的。第一，没有谁比他更清楚配方，十几周能够完全还原产品，绝非偶然。第二，我在国际胭脂展销会之前就跟月轩说，推出鸿雁胭脂抢占市场，可他以配方不完善为由，迟迟没有动作。今天看来，这就是他跟施继周的一场阴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和施迪文是好朋友，完全有理由将配方泄露给他。今天，我和爹亲眼目睹了他和施继周交易的整个过程，这一切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这不可能，鸿雁是月轩的心血，老爷，他不会那么做的。对，月轩他不是这种人，他根本没有这么做的理由。我问心无愧，我不用你们替我解释。那好，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去见施继周？我是去调查梁家的奸细。那你为什么要收他的金条呢？我没有收他的金条，是他想拉拢我。那他为什么又谁都不选，偏偏选中你呢？你宁愿相信你所看见的，
也不相信自己儿子的真心，是不是？我不得不信。是你一直的纵容，才会有今天的下场。我们有多少次可以扳倒十几周，可你却选择一忍再忍。到今天，你还是以为十几周，误会我。朗月轩，你怎么跟爹说话呢？你不要哄抢教育，让他自己说。我说的都是实话。胡言言之，确实存在瑕疵。就算他拿到配方，他也做不成。鸿雁胭脂会有什么瑕疵啊？朗月轩，你不要仗着自己喝过几天洋墨水，就把老祖宗的规矩都忘了，颠倒是非。是你们颠倒是非。陈叔，给我打！爹，雨轩，雨轩，雨轩，哥，老爷，爹，我求你了，放过雨轩哥哥吧！太太，雨轩他不可能这么做的，是你们误会他了。如果雨轩真做错了事，我也没有办法，一切都听老爷的。娘，老爷，配方被偷跟五爷有关系，要打。连我一起打吧。那好，我就连你一起打。陈叔，老爷，打！爹，住手！先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发簪，你认得出来吗？我跟你说个有趣的故事吧。胭脂，就是朗太太杀的。春言，老爷，你刚才去了哪儿啊？发钗呢？你说，如果我把这只发簪交到巡捕房，会怎么样呢？不过你先不用担心，我呢，不会闹得两败俱伤的。我跟你商量个条件如何？这个孩子就交给你了，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们朗家的养子。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我发誓我绝口不提。我希望你也要一样。朗月轩这部棋子迟早要派上用场。朗思年，
一直都瞧不起我这个穷小子，迟早有一天，我会让你刮目相看的。